欢迎各位新加坡正道学学会的会员同修们，大家晚上好。今晚是我们六月的会员讲座，讲座的主题是漫谈轮回，调查案例及理论。从四月份讲座的因果与亲情，到五月份公开课的出生的奥秘，其实接连几个月，我们的课题中都有围绕着轮回这个秘密教义的三大基本命题之一。相信大家也都还记得，在讲解因果法则时，我们就通过追溯几个灵魂在成千上万年的过程中是如何在因果法则的作用下不断地在同一时期转世，形成各种不同的亲友关系，从而从奥义学的角度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自己身边的诸如婚姻、灵魂伴侣、家庭朋友等等亲密关系。之后，我们又通过讲解婴儿的出生以及如何投生这一从非物质界到物质界的过程，让我们有机会一窥人类生与死的联系，以及今生与前世的因果连接。这一系列的主题引发了不少同修共同的关注与兴趣，课后也进行了持续的讨论与分享。那我们今天就从更多科学界所做的轮回调查案例开始，来更加深入地了解轮回。毕竟，我们在座的每位灵魂都是需要通过轮回来进化的。好的，在讲座开始前，照例提醒大家，请全程关闭您的麦克风和摄像头。如果有任何针对我们本次讲座的内容的问题，可以书写在聊天栏里。在讲座的后半段，我们有专门的时间来回答各位的问题。感谢大家，下面讲座开始。谢谢。大家好。今天我们讲轮回。正道学所有的理论都称为命题或者假设，也就是说，任何人有接受、怀疑或者不接受的自由。我记得自己在加入学会几年之后，那时还对轮回持有怀疑态度。当讲轮回的时候，Sunny让不信的人举手，我把手举起来了。在正道学学会里，没有人会说你是异端，或者拼命要你相信，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见解，学会尊重任何人的思想自由。我希望今天晚上的讲座能够把轮回的理论粗浅地呈现给大家，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目的呢，是为有疑虑的人消除疑虑，为不相信轮回的人提供一些新的见解和观点。为什么轮回学说是生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说？因为它解决了很多问题，解释了很多生命的现象。接受它的人确实能看到希望和得到慰藉，在同一个世界里，用另一种态度来生活，所以它有很高的实用价值。首先，轮回把过去与现在相连，轮回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人出生在荣华富贵中，而另一个人生在水深火热里？为什么一个人生来才高八斗，另一个人愚痴疯癫？为什么一个人出生时活泼健康，而另一个人身有残疾？一个人美丽非凡，另一个丑陋无比。但是，关于轮回更重要的事实是，它带来了希望。那就是，如果人在今天收获他们过去所种下的东西，那么今天的不幸的人如果做正确的努力，必定会在未来得到他们所缺乏的东西。用大白话来说，今天的白痴可以成为明天的天才。生命之流延绵不断，随顺因果永远在变，这是一个大好事。正道学不是第一个提出轮回理论的学派，大多数人听到轮回的时候，
认为这是一个印度教的教义，因为它是印度教和佛教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但是轮回作为一种信仰到处都有，而且它的起源不能追溯到印度，它遍布世界各地。澳大利亚的土著也有轮回的信仰，轮回也是古代高卢的德鲁伊教派教授的。当年罗马的凯撒大帝征服高卢的时候，说年轻的高卢人因为被教授了轮回，因此他们对死亡没有恐惧，作战非常勇猛。每个时代都有作为人类精神先驱的哲学家、诗人、剧作家，还有科学界的人士，他们在对人和宇宙的真正本质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后，相信轮回。在古代有柏拉图、苏格拉底和毕达哥拉斯，在近代有叔本华、爱默生、叶茨、莎士比亚、爱迪生、富兰克林等等。某些宗教中原来有轮回的概念，后来被删除了，我们在后面会探讨。轮回被无数的人从遥远的年代接受为事实，它被以各种象征、符号和图案表示，比如化蝶、凤凰涅槃，表示生命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或者是衔尾蛇，正道学学会的会徽上就有，还有三曲枝、十二因缘的转盘等等。在今天，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它，因为轮回有几乎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但是轮回理论有它的挑战，因为关键的生命连接点在超物质界，而且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感知或者看到它的程度。自古以来，有很多人想象、吹嘘、编造自己的前世，或者利用轮回的信仰行骗。所以，怎么确定轮回的真实或者不真实性呢？我们也许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看轮回是如何回答某些基本的生命问题，另一个是让科学证据来说话。我们看一下跟轮回有关的四个生命基本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世界上明显的不公正，第二个是关于人类生存的意义、目的和最终目标，第三是在世界各地出现的神童现象，第四是自古至今出现的有前世记忆的人。先看一下公正问题。我们都有过这种感受，当我们对某件事情感到愤慨的时候，我们怀疑世界上是否真有正义。从直觉上，人相信一定有公正正义，但是环顾四周会发现人类事物中存在着最残酷的不公正。为什么很多孩子生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中有些人身体是畸形病态的，从出生的时候就注定了他们的生活将受到最大的限制。还有一些人出生在罪恶、贫困、肮脏和充满疾病的家庭里，他们从小就得不到爱，在生长的过程中忍饥挨饿，被忽略、被打骂，很多长大以后成为顽固的罪犯。如果上帝慈悲，为什么知道在这种环境中的孩子做个好人希望渺茫，还让他们生在这里，然后因为他们的罪把他们打入永恒的地狱？这无论从社会学还是神学的角度都说不通。轮回理论还有和它互不可缺的因果法则，为出生的不平等提供了最合理的解释。有了这两个自然法则的作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孩子出生的条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天意，不是所谓的上帝惩罚人的结果，而是前世业因积累的结果。这种解释不是鼓励人对苦难无动于衷，而是接受现实，而且更积极地采取改变命运的行动。第二个大问题涉及人类生存的意义、目的和最终目标。正道学认为，生命的目的是人类灵魂的进化，达到圆满和最高的发展。但是，这有可能在短暂的一生中实现吗？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学习和变化是多么的缓慢，
尤其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要达到身体上、智力上和精神上的完美，仅此一生不可能提供所有不同的经验、机会和挑战。人通过一系列的生命慢慢达到完美的境界，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对于这个问题，轮回提供了安慰、希望和一个进化的机制，使人可以最终展现出他身上潜藏的所有力量。第三个问题是神童现象，也就是那些表现出非凡天赋的孩子，在艺术、科学或者音乐各个方面表现出色，这些天赋可能无法用遗传或者今生的经验来解释。1955年的一天，一位记者在新加坡的唐人街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穿背心短裤的小男孩，正在非常熟练地拉小提琴。这个后来被称为神奇小子的孩子叫李盼红，出生于1949年，父母很穷，对音乐一无所知。神奇小子被发现了以后，演奏家郭顺筹亲自训练他。他的第一场演出是在一个羽毛球场进行的，因为看的人太多了，音乐厅装不下。今天他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小提琴家。当时新加坡还没有独立，李盼红的例子给新加坡人很大的鼓舞，那就是出身无论贵贱，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各国都有达人秀节目，使许多这样有天赋的孩子崭露了头角。Amira Willekragen 在9岁的时候参加荷兰达人秀，一曲震惊全场。我不是在这里推崇天才，也不是为了说明从小成名是一种对灵性进步的有利条件。我们都知道仲永的故事，我是为了展示轮回理论的可能性。在信息发达的今天，这些孩子被更多的人注意到，但愿会引出人们对生命的更深的思考，而不是名利的攀比。轮回学说的解释是，这些神童是在前世获得这些能力的人，他们把获得的能力作为所谓的天赋带到了今生。同样的，那些生来就有神通的人，也是经过几世的努力发展了这些能力的。我们来看一看阿米拉的录像。Hello. Hello. Amira Willekragen, zeg ik dat goed? Ja. Hoe oud ben jij? Ik ben 9 jaar. Zo. En wat ga je doen? Ik ga een liedje zingen. En is dat zomaar een liedje of is dat iets bijzonders? Nou, eigenlijk is het een opera liedje. Een opera? Ja. Oh. Geloof me.
岁唱歌剧这样的水平啊。下面一个跟轮回有关的生命问题是那些有前世记忆的人。有前世记忆的人在各个国家都有，星星点点的出现，很多没有被记载，没有被调查，只是当故事听听就算了。当然了，正道学会绝对不会鼓励道听途说。下面我会给出两类例子，一类是在一小群人中所知道的例子，世界上大多数的前世记忆的例子属于这种类型，还有一类是以局外人的身份调查的例子。我挑了几个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案例，我们一起看一看。多年前曾经任巴基斯坦正道学学会秘书长的库米瓦拉夫人有一段个人的经历。她有五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吉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这个孩子在一岁多时还不会说话，但是自己玩的时候似乎在熟练地操纵一挺机枪，并且能够做出相应的动作和声音。在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所以这个孩子不可能从电视上战争片里看到或模仿。当他开始说话的时候，他开始把他的今生和在伦敦的一生混在一起。他谈到了他以前在伦敦做的事情和他曾经去过的地方。这个孩子从小跟着家庭吃素，在他四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向他的母亲抗议说，妈妈，你为什么一直让我吃沙拉？你知道我不喜欢吃沙拉，我在伦敦就不喜欢吃沙拉。妈妈对他说，你是在这所房子里出生的，我从来没有带过你去伦敦。男孩说，我说的不是现在，我说的是我是大人的时候的事。于是母亲就问他，如果你是大人，你怎么会变成小孩了呢？你怎么会来找我呢？男孩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他和几个伙伴在一个隧道里发生了爆炸，他就来到了他现在的母亲身边。母亲接着问他，他们在伦敦吃饭的地方在哪里？孩子说，哦，我知道有一座桥叫做伦敦桥，我们过桥然后向左转，我们以前每天都在这个地方吃饭。吉米曾经谈论过他以前的生活，但是因为他的同龄人经常嘲笑他，所以他越来越少地谈论这个话题。他甚至告诉他的母亲不要告诉别人，否则他也不会告诉他什么。他在14岁的时候，他说他想去伦敦，要到林肯律师学院学习，做一名律师。但是他后来没有去成伦敦。大多数的轮回案例是这样的案例，发生在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小圈子里，没有去验证，也没有第三方调查。可能有人说这是巧合或者想象。下面一个案例是一个被报道的案例，这个故事刊登在1915年7月纽约的美国杂志上，由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位商业摄影师写的。他有一个叫安妮的小妹妹。安妮和她的家人都不相信也不知道什么是轮回。安妮和她的家人很不一样，她的皮肤又黑，其他人都很白，她在很多方面都很特别。首先，她喜欢给自己讲故事，其中的很多细节是她这个年龄的孩子不可能知道的。此外，她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出于习惯，她自己也无法解释。有一天，在她四岁的时候，因为一些事情跟父亲怄气，宣布她要永远离开。父亲就问她，你会去哪里呢？是从你来的叫做天堂的地方吗？孩子非常严肃地说，他不是从天堂来的。他说他要去到月亮上去。他说，你知道月亮吗？曾经有人在上面居住，但是日子越来越难过，我们不得不离开月亮。也许在座的有人知道正道学中关于月球链的内容，地球链的上一个进化链是月球链。父亲问他，那你是从月亮来到我们这儿的吗？小女孩说，不是的，我已经来过这里很多次了。有时我曾是男人，有时我曾是女人。她总是用英语的过去式。别人笑她，她就非常生气。她说，有一次我去了加拿大，我是个男人。
父亲逗他，问他以前叫什么名字。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叫 Lysius Faber， 是一名士兵。他拿下了一座城池，但是他自己也无法解释他所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对没有理解他的人感到愤怒。写这篇文章的姐姐花了一年的时间去查找有关加拿大历史的书籍，终于在图书馆管理员的指导下找到了一本文献历史。在那本书里，他发现了一个关于一小队士兵如何攻下一座小城的简短的记载。一个年轻的中尉带着他的小部队拿下了一座城池。这句话耀然于姐姐的眼前。那个士兵的名字是 Aloysius Lefebvre。这个案例中对详情的记忆是非同寻常的，而且有历史间证据。但是你可能认为所有的这些说法都是主观的证据，或者是一系列的巧合。所以让我们来看看科学证据。Ian Stephenson 博士可以说是科学界对前世记忆现象研究的先驱。他的母亲是正道学学会的会员，并且有一个这方面的书屋。Stephenson 把他早年对超常现象的兴趣归因于此。他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精神病学教授，还有人格研究部的主任。他的特别兴趣是前世记忆和转世轮回的科学证据。静电复印机的发明者 Chester Carlson 为 Stephenson 提供了财政支持，使他能够周游世界做调查，并且建立了人格研究部。他从1966年开始出版了九本他的研究结果，收集了2600多个有前世记忆的儿童案例，还有胎记和出生缺陷的案例。我介绍他的两本书，第一本叫做《轮回转世与生物学》，对胎记和先天缺陷成因的一种新解。这是一本多卷本的作品，充满了文献参考资料、大量的表格和许多的脚注，是为对细节感兴趣的研究者准备的，提供了225个案例的细节。第二本书是第一本的摘要，叫做《轮回和生物学的交集》，这本书提供了115个案例。这是一个大型科学调查项目，每一个案例在被接受之前都要验证真实性。他的书里解释了他和他的团队为确保每个案例的真实性而煞费苦心编制的程序。每一个案例都从源头上进行检查，只取第一手资料，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确保不存在欺诈的可能性。这些案例来自于世界各地。Ian Stephenson 发现了他所研究的案例的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是世界性，他们来自南亚、黎巴嫩、土耳其、西非、北美西部的部落、欧洲还有美洲。大多数的人在2到4岁的时候谈到前世，在5到7、8岁的时候就停止谈论了。前世暴力死亡的发生率很高，经常被提起。胎记和出生缺陷与死者身上的伤痕相对应。这些案例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比如说他们在描述自己以前的生活的时候，通常是情绪激动，使用现在时，把上一世和这一世混起来。比如一个女孩会说，我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儿子，我住在德里。如果一个孩子记得前世是在优越或者低劣的社会环境中，这可能会影响他的行为。例如一个出生在低种姓家庭的孩子，如果记得前世是婆罗门，甚至可能拒绝吃他家的食物，因为他认为那是被染污的。相反，一个前世是扫路人的孩子，可能会对卫生问题表现出非常惊人的不关心。恐惧症很普遍，记忆中的前世比溺水结束的孩子可能
会害怕浸泡在水里。记忆中以枪杀结束生命的人可能会表现出对枪支和巨大噪音的恐惧。如果他死于车祸，他可能会表现出对汽车、卡车和公共汽车的恐惧。这些恐惧症往往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还有一些特殊的喜好，可能表现为喜欢家人不吃的食物，或者喜欢不同一家人通常穿的衣服。此外，可能会对烟草、酒精还有其他的药物等致瘾的物质有渴望，而这些物质是前世的人所使用过的。他们可能有一些今生没有教过他们的，也没有机会充分观察学习的一些技能。如果孩子的前世是异性，会经常表现出这个性别的特征。这些孩子会交叉装扮，玩异性的游戏，并且表现出异性的态度和特征。和恐惧症一样，这些倾向会随着儿童的年龄的增长而减少，但有少数人仍然对前世的性别特征有依恋。那些记得前世是另一个国籍的人表现出这个国籍的特性。例如，研究小组研究了至少20名儿童的案例，他们记得在二战中曾作为日本士兵在缅甸被杀害。他们表现出明显的日本人的倾向，比如说勤奋，对疼痛不敏感，抱怨缅甸的热和辛辣的食物，以及对生鱼和其他的日本食物的要求。如果孩子以前是一名教师，他可能会假装是一名教师，把其他的孩子聚在一起，用想象中的黑板教他们。如果他曾是一名机械师，他会花几个小时躺在家里的沙发下面，假装修理汽车。有的孩子在游戏中重现他们前世的死亡模式，特别是以自杀告终的人。两个淹死的孩子经常玩溺水游戏，而一个前世上吊自杀的孩子则有一个可怕的习惯，就是脖子上挂着绳子到处走。往往前世的记忆对孩子来说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经历，这样的孩子对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困惑。他们在对属于是前世家庭还是今生的家庭产生纠结，尤其是当他们记得前世成年人的生活，现在意识到自己在一个小的身体里，或者在一个异性的身体里，那就特别的困难。这样的孩子应该谨慎和理解的对待。很多案例都有胎记和出生缺陷，为什么他们这么重要呢？因为与被调查对象异变的记忆相比，他们是更客观的证据。他们提供了证据表明，已故的人格可能影响后来出生的婴儿的身体形态。他们为转世提供了现成的最佳解释，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有胎记和出生缺陷，而大多数人没有。胎记或者缺陷的特定位置也和前世的人的经历相符。好，我们现在看一些案例。泰国的查奈在1967年出生，有两个胎记，一个在后脑，一个在左眼上方的头部。大约三岁的时候，他曾经假装自己是一名教师，并且说自己前世是一名教师。后来他说他在去学校的路上被枪杀了。小时候他和奶奶住在一起，求奶奶带他去 Copra， 在那里他带路去了一所房子，认出了他前世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他认出了他的兄弟和一些老朋友，并能认出属于他的物品。他能正确地说出他以前的名字是博凯。调查显示，死者博凯过着双重生活，曾经是一名黑帮分子，与一些女人发生过关系，遭到这些女人的男朋友或者丈夫的反对。他曾经有一次差点被杀死。1962年，也就是在小男孩出生前五年，博凯因为在脑后中枪死亡，子弹从他的后脑射入，从他的左眼上方射出。Ian Stevenson 的第一张照片显示了1979年3月在查奈快12岁的时候脑后的胎记。
这是一块圆形的起皱的没毛没有毛发的颜色比较深的一块皮肤，直径大概 0.5 厘米。这个胎记与布阿凯身上的子弹入口枪伤相吻合。第二张照片显示了查奈头部前面的胎记，这也是一个没有毛发的褶皱的区域，颜色也比较深，它大概有2厘米长 0.5 厘米宽。这块胎记与布阿凯身上的子弹出口枪伤相吻合，但是有一些移位。这个案例罕见的地方还在于，他是少数几个有前世经历的人说他看到自己的身体躺在地上的血泊中，他的腿在抽搐，感觉他的灵魂离开了身体。今世的男孩表现出了怪异的行为，作为一个4岁的男孩，他希望他17岁的双胞胎女儿称呼他为父亲，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他就不跟他们说话。他经常给他们带甘蔗，这是他以前的习惯。此外，他还对自己前世的物品表现出占有欲，当其中的一些物品被改动的时候，他就会很生气。下一个案例，女孩雅辛塔，她出生的时候，她的头上环绕着一个巨大的胎记，这个胎记的宽度为2到 3.5 厘米。Stevenson 的调查显示，他的前世是一个男人，曾在1970年的一次争吵中被人用棍子打伤了头部，外科医生为他做了手术，在头部做了一个长长的切口，但是他很快就死了。值得注意的是，女孩雅辛塔是在10年后的1980年出生的，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胎记，她与前世所受的手术创伤相对应。此外，这个女孩雅辛塔还表现出男性特征，她把自己当成一个男孩，所做的一切都是男孩子的行为。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缅甸的女孩子马杰杰坦的案例。她于1971年6月出生于缅甸的曼德勒，在她出生前，她的母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年前去世的4岁的女儿又来投胎了。马杰杰坦出生的时候，他的右眼睑和右眼上方的额头周围有一块红色的胎记，这块胎记的对应位置对应着他当年母亲在试图给即将死去的女儿喂药的时候，不小心在这个位置打翻了一些红色的药水。母亲试图把药擦掉，但是有些药还在，小女孩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就死了。当时母亲想，剩余的药可能会在以后出生的孩子身上产生一个胎记，这样就可以认出他来，所以他没有把药全部的抹去。当女孩能够说话的时候，她能够回忆起她以前的生活，包括在她死前她母亲把药撒在她的眼睛上。 Annie Besant 是有能力阅读阿卡西记录的人，在关于轮回的讲座后，有人问她，当一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是否有可能再次转世到同一个父母那里？ Annie Besant 的回答是，是的，这经常发生。如果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很强烈，同一个自我会在同一个家庭里投生，而且很多时候父母会认出他。尤其是7岁以前去世的孩子，自我还没有下到身体里，所以他们去世后往往还能保留原来的星光体和思想体，直接快速的又投生了。前几个星期有同修在群里分享了一个英国的视频，就是英国的案例，两个女孩在车祸后又在同一个家庭投生了，其实这两个案例是有很多相似性的。下面的调查对象是马赫维温，选择这个案例是因为跟我们在《出生的奥秘》一讲中讲到的，应该为怀孕的母亲尽量创造最美好和谐的环境有关。女孩出生于1973年5月，在她母亲怀孕期间，她曾经梦见一个用膝盖走路的男人在跟踪她，她试图避开这个男人，但是她继续跟着他，
他不认识梦中这个男人。当婴儿出生的时候，有严重的缺陷和突出的胎记，胎记在他左下胸的心脏部位和头部，左手的第五个手指没有了，他的两个脚踝上呈现了收缩环的形状，大家可以看这里。他的左大腿中部有一个特别深的收缩环。当女孩开始说话的时候，她说她在前世是一个叫做 Natan 的人，有三个人袭击了她，他们刺伤了她的左胸，切断了她的手指，并且打了她的头。袭击她的人以为他们已经杀了她，但是她记得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如何处理她的尸体。他们决定把她的双腿绑在背后，这样就可以把她装进一个麻袋里，然后扔进附近的一口干井里。他前世的妻子实际上是这起谋杀案的参与者，后来他嫁给了其中的一名凶手。这对新结成的夫妇并不快乐，有一天他们喝醉了以后，在争吵的时候嚷出了丈夫是如何被杀死并且丢进井里的。邻居通知了警察，结果在井里找到了尸体。孩子的母亲做被人跟踪的梦时已经怀孕两个半月了，她路过聚集在一起看受害者从井里挖出来的人群。就在那天晚上，她做了前面提到的那个梦。这个女孩出生后认出了其中的一个凶手，并且对她表现出了相当的恐惧。她还认出了她以前的儿子，并且向她今生的父母要了一些钱，把钱给她前世的孩子。他还表现出了一些男性特征，比如他希望穿男孩的衣服，他身上深深的收缩环似乎表明他的腿在被扔进井里之前被绑在哪里以及如何绑的。他的腿被绑在背后，这可能解释了关于这个人用膝盖行走的梦。好了，上述的内容是 Ian Stevenson 所研究的2600个案例中的几个。我想你会同意我的看法。Stevenson 教授的工作是提供轮回转世科学证据的重要里程碑，他的贡献不能轻易地被作为单纯的巧合而抹杀。Stevenson 退休后，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室仍在继续研究前世生命记忆，而且现在不止一所科学院校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在印度总部的时候，就有一个德里大学的教授到学会去讲解他的轮回调查研究结果。现在由于科技更先进了，取证更迅速，查证更有条件，所以轮回案例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准确。Jim Tucker 博士的《当你的孩子想起前世》里面记载了许多惊人的案例。我下面介绍一个 Tucker 博士的案例。这个案例的调查对象是 James Leininger， 他于1998年出生在美国加州。他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做噩梦，等他会说话的时候，他会在极度恐惧中醒来，并且惊呼飞机中弹失火堕落，我出不去了。等他会画画的时候，画的都是飞机舰艇这些战争场面，而且他的签名是 James 3，第三个 James。 有一次父母问他是谁打下了他的飞机，他说是日本人。为什么知道是日本人呢？因为有太阳旗。他从小对飞机感兴趣，五六岁时带他去飞机博物馆，他能说出各种机型，而这种知识是不可能在今生获得的，父母亲都非常的惊奇。他的父母都不相信轮回，尤其是父亲起先是一口否定，但是儿子不停地说过去式，而且说得太有条有理，他的父亲开始对他说的东西进行详细记录。孩子能够准确地说出战友 Jack Lawson 的名字，飞机起飞的战舰叫做 Natoma。 当父亲买了一本硫磺岛之战的书的时候，他立即认出了地图，并且说他的飞机就是在这里被打下来的。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孩子可能说的真的是过去式，于是父亲就去查找材料
参加二战军人的老兵聚会，果真找到了战友 Jack Larson， 还有这个兵团唯一一架被击落失事的飞机的记录。飞行员的名字叫 James Houston Jr.， 1945年3月在硫磺岛战役中阵亡，时年21岁。而且他们部队里也有其他的 James， 所以这个人真的是第三个 James。 这些事实都对上了号以后，小 James 去见了自己上一世的战友，并且见了上一世的姐姐，都是一见如故。由于他从小生活在前世突然死去造成的恐惧中，家人决定带他去硫磺岛，在那里进行了一个对前世的 James 的追悼典礼，让他告别过去的阴影，重新开始这一世的生活。这是一个无懈可击的转世的例子。那么大家可能会问，如果我有过去式，为什么我不记得呢？首先，我们要对我做定义，并且了解人的构成。在正道学中，人有三个相对永恒的体，这是真正的人，通常被简单的称为高等三身、自我、灵魂。前世的记忆被保留在这里，但是通常不会被带到人的低等三身中。当人转世的时候，他获得了一套新的身体，这些身体是思想体、星光体、物质体，这些是有生死的低等三身，他们在人死后先后解体，这些身体没有生活在过去，因此没有过去式的记忆。在我们现在的进化阶段，不记得前世是正常的。那些死于暴力或者非命的人，为什么会更容易记起过去式的经历呢？正道学认为一种解释是，虽然这些人的旧的肉体已经消失，然而由于快速轮回，他们的星光体和思想体可能没有完全解体，在获得新的一世的星光体和思想体的时候，他们使用了旧的还没有完全解体的星光体和思想体，这可能解释他们能记住自己的前世。往往新的肉体似乎带着他在前世如何死亡的痕迹，以胎记和缺陷的形式出现。正道学的解释是，他们的死亡经历可能是非常痛苦的，以至于在物质永久原子中留下了印记。当这个原子在投生的路上被重新激活的时候，它就会在自己的周围聚集一些物质，这些物质会表现出以前的性格体所经历的事情，最终形成胎记和缺陷。对前世的直接记忆是对轮回学说最有力的佐证。我们刚刚看到一些案例，往往是人在经历了暴力死亡后很快投生，可能记得自己的前世。但是死于非命必定是少数情况。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真的完全不记得前世的事情吗？正道学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对前世的记忆，但是我们必须对记忆这个词进行重新定义。首先，大脑记忆不全面也不可靠。我们不记得今生出生或者婴儿期的事情，不等于我们没有出生，没有婴儿期。当我们老了，得了阿尔海默斯症或者成了植物人的时候，完全丧失了记忆，不等于我们没有人生经历。这里说的记忆是指一种总结，就好比我们不需要记住怎么样学习走路、说话、阅读的过程，但是我们能走路、说话、阅读。同样的，我们不记得前世生活中的事件和经历，并不妨碍我们在后世中使用由此产生的能力和技能。事实上，转世的自我确实保留了对前世的全部记忆，但是去除了具体情节，这样新的头脑能够自由的生活和吸收新的想法。否则人带着过去的重负是活不好今生的，我们看到那些孩子都是有问题的。而且前世的记忆在每个新的人生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以我们的心态和性格为例，我们通过前世的经验造就了今天的性格，我们聪明与否、拥有美德或者恶习
都是前世的记忆。每一世我们都会带来有一些习气和倾向，这是对前世记忆的总结，比如说叛逆、固执、不接受反馈等等。还有某些力量、特征和能力也同样是过去活动的总结，他们告诉我们在过去世中我们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个家庭的孩子在性格、倾向、心理能力和力量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才华和先天能力实际上是对我们过去掌握的题材的无意识的记忆，刚才举的神童的例子就是这种情况。柏拉图认为所有知识都是记忆，在前世学过一门学科，比如说数学，我们可以很容易的重新学习，因为我们是在复习旧知识。当一门科学或者哲学被迅速掌握和应用的时候，是前世的记忆在产生作用。如果有人在前世研究过奥义主义或者内在的真理，今生遇到正道学，他就会立即接受并且取得快速的进展。所以如果人相信灵魂不死，人本具神性，并且带着各种形式的记忆和知识投生，那么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就不应该认为孩子是一张白纸，把同样的东西灌输给不同的孩子。教育的任务是发掘神性，促进进化。蒙氏教学法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的。这是当年蒙特梭利在正道学阿迪亚总部培训教室的照片。我们通过本能和直觉去做某些事情，沿着某些路线思考，行使某些功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本能是埋藏在潜意识中的记忆，影响着我们的行动和决定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道德本能是良知，它实际上是对过去经验的大量的交织记忆，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并且对过去经历的危险发出警告。我们有强烈的喜欢和不喜欢。当我们与一个陌生人第一次见面就感到一见如故的时候，记忆其实是在那里的，是精神体对前世的朋友或者情人的认可。一见钟情是一个自我认出了对方，但是有时两个自我之间的爱并没有被立即识别出来，要么是因为业力尚未成熟，要么是因为肉体大脑有时候非常迟钝，对自我的提示没有反应。当我们对一个陌生人产生排斥感的时候，也可能是记忆在作祟，这实际上可能是对一个旧敌人的认知。有时恐惧症的原因可能在前世找到，在酷刑下面死亡、暴力死亡，或者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死亡，会产生一种记忆，并且持续到另一世，可能表现为无法控制的恐惧，或者在前世导致死亡的物体面前感到不适。无法解释的对爬行物、火、水、利器的恐惧可能是出于这种原因。写前世今生的 Brian Weiss 医生就是在为一个病人用催眠治疗无名的焦虑和恐惧症的时候，偶然追溯到了病人的前世，发现了轮回的事实。他的书导致了今天宿世催眠的流行。但是我必须指出，正道学不鼓励催眠，其有很多的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这会对被催眠者强失自己的意志。正道学学会第一任会长奥尔科特当年和欧洲顶级的医学界人士研究催眠，强烈不建议催眠。我个人认为催眠疗法用于医学的目的是可以适当使用的，为了娱乐和商业目的使用催眠是非常不可取的。我本人跟 Brian Weiss 不止一次学过宿世催眠，但是经过观察催眠界的乱象，还有思考正道学的道理，我对催眠全面放弃。他在某一段时间帮助了我，使我这个完全的唯物主义者意识到物质界之外还有更宽广的世界，这导致我最终找到了正道学。
但是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感谢这个引领，但是我把它抛在脑后了。这是个人的体会啊。对前世的记忆还表现在当新身体的性别发生变化的时候，有时候会表现为女孩像假小子，有时候面部特征和身体语言也是男性的特征。同样的，有些男性也可能非常的女性化。我们回忆起过去式的另一种方式是，过去的生动画面似乎回来了，像电影回放一样的。有两种方式，要么以不断重复的梦的形式出现，要么以清醒时的幻觉出现。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法国女士叫雷诺太太，从童年的时候就被生动的幻觉所困扰。他总是看见在一个美丽的园子里有一座建筑奇特的老房子，而且是在有晴空和蓝天的南部，不是巴黎的天，不像巴黎的天空是灰色的。他看到自己在这所房子的露台上悲伤和沮丧的踱步，身体很差。他肯定地说，100年前他在那里死于肺病，年仅25岁。后来在一次去意大利热那亚的旅行中，他立即认出了这是他以前出生的地方。他指挥司机把车开到故居前，并且说他没有被埋在墓地里，而是被埋在了一个教堂里。后来的调查证实了他所记得的一切。前世的记忆也被凝结成道德和心理判断。没有一个人的大脑可以储存前世的所有细节，即使他可以，这些细节对我们来说毫无价值。如果我们每次靠近火的时候都必须记住之前被烧伤的所有的痛苦，又根据记忆才去采取行动，我们早就被烧焦了。但是当这些事件被精炼为道德和心理判断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即回应。如果我们以前犯过罪，对所犯的谋杀的记忆是一个没有用的负担，但是对人的生命是神圣的这一本能是对前世所犯错误的有效记忆。所以以精炼的形式记住前世是自然的安排，是一种保护，是进化的方法。那么人能不能有意识地恢复前世的记忆呢？答案是能。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所有前世的全部记忆不是保存在物质大脑中，而是保存在自我或者灵魂中。因此我们必须与自我联系才能得到这些信息。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有两种可靠的方法。第一是通过冥想把自己与低等三身分开，将自己与自我认同，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大脑必须平静地像一面镜子，这样灵魂的记忆才能反映到它上面。对成功的瑜伽行者来说，过去生活的全部记忆是现实，轮回不再是一种理论，而是自然界无可争辩的事实。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通过阅读阿卡西记录。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都被大自然记录。当一个人能够在高级思想体或者因果层面中运作的时候，他不仅可以阅读自己的前世，还可以阅读其他任何人的前世。这当然是非常高的境界了，只有入到第三果位以上的人才能做到。在正道学学会中，为了教学，利比德和贝森特调查了学会某些成员的前世。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灵魂通过轮回的成长》这一套书。利比德和贝森特甚至可以回溯到地球链以前的月球链，当时他们是月球链上的动物。那么，利比德是怎么看社会上层出不穷的阿卡西阅读记录阅读现象呢？他说，一些人立即开始想象，并且宣布他们上一世中是苏格兰的玛丽女王 Cleopatra， 也就是那个埃及艳后啊，或者凯撒大帝。当然，这些华而不实的说法只是给那些愚蠢的人带来了毁誉。
当然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到了中国，名字变成了李世民、吕洞宾、太上老君，什么大菩萨。要追溯一个人的前世，首先要把他的今生追溯到他的出生，然后按逆序追溯到自我降生为人的阶段。这显然要求我们回到自我自身的层面上，即天界的无色界，也就是思想界的最高层。所以为了有效地完成这项任务，调查者必须能够在他的肉体中清醒地使用与该崇高层面相对应的感知。换句话说，他的意识必须集中在可转世的自我本身，而不是低级性个体。在这种情况下，自我的记忆被唤醒，他自己的过去的化身像一本打开的书一样摊在他面前。一个达到了这个崇高境界的人，如果他愿意，他能够在因果界检查另一个自我的状况，并通过回溯他的思想界和星光界的生活，追溯到最后一次身体死亡，并通过他回到他的前世。除了这种方法，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绝对确定的追踪生命链。因此，我们可以立即断定，那些说自己能够以多少先令的价格回溯任何人的过去式的人，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冒牌货。更不用说，真正的奥义主义者不做广告，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接受金钱来展示他的能力。这一点我要强调一下，现在的灵性界真的太乱了。如果我们看正道学学会的前辈们，像弗拉瓦斯基夫人，从来不使用神通为个人利益。他是一个可以点石成金的人，但是当他到纽约的时候，是靠做针线活来补贴生计的。他在俄国也想办一个生产墨水的小作坊，但是没有成功。如果他去施法术、搞通灵、占星算命，肯定会财源滚滚，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我们读过不可见的帮手，那些帮手在星光界服务，不会在物质界露面显示张扬。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把他们误认为天使，其实他们不是天使，是人，但是他们不露面。 Hodson 的灵视能力很强，但是他从不会出于好奇心去看另一个人的超物质体，这就好像去其他人家里偷窥一样。所以直到今天，正道学学会不是没有大神通者，也不是不研究神通，但是强调这些神通会在修行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显示，并且要有师父指令。过早出现或者强求，弊大于利。当年希尼特问了 GH 和 M 真师许多问题，其中一些是关于前世回溯的。我们看看创建正道学学会的真师 KH 是怎么看的。希尼特问他，您有能力回顾现在活着的人的前世并且识别他们吗？ KH 真师回答，不幸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有这个能力，而我不喜欢行使它。于是希尼特就请 KH 真师看一下他的几个前世， KH 答应他以后会帮他看，但是他写道，与其试图了解今生的创造者，也就是我们的前身和设计师，难道研究我们自己现在的个性不是更合适吗？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的性格、才华、倾向、境遇，不就是过去的我的现实投射吗？真是的话真的很值得思考，人为什么花那么多功夫去挖掘过去呢？是因为好奇，还是对小我的未来不确定？我们自己真的可以问问自己。有人问，人可以转世为动物吗？正道学认为人不能投生为动物，这是对轮回的错误看法。正道学主张，一旦任何形式的生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虽然它的进化可能被延迟，但是不会真正的倒退到以前的水平。从奥义学的角度，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灵魂，但是动物或者植物没有个体灵魂。
人作为一个灵魂，在物质世界中一次只能通过一个身体表现出来，而一个动物的灵魂同时通过许多动物表现出来，一个植物的灵魂通过若干植物表现出来。为什么人生难得？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秘密教义，但是我简单的从奥义的角度解释一下，人在个体化的时候达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里程碑。这张图显示了太阳罗格斯在创造宇宙过程中的三次伟大的倾注。罗格斯有三个位格，分别以点、线和十字来象征。简化的说，第一次的倾注，这条红线造就了自然的七个境界。第二次倾注造就了不同生命形式王国，比如说矿物、植物、动物。第三次倾注从罗格斯的最高位格下降，直到菩提界，神圣的生命下不到更粗密的境界，只能在这里盘旋着发生作用，发挥作用。当动物化成人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来自上面的神圣生命与下面被物质层层包围的单一体建立了联系，这好像在低级思想界的动物灵魂跳跃上来了，被神圣生命的手抓住了，在高级思想界形成了一个因果体，这就是那个包着三角形的圆，这就是人的灵魂。所以说正道学对人的定义是最高的精神和最低的物质由心智相连，这里连起来，这样的链接不可逆转，进化的大潮不能后退。正道学认为人不可能转世为动物，这是正道学与佛教的轮回说的重要差别之一。人转生为动物的观点是导致许多人不相信轮回的原因。你可以想象一个拥有所有能力的人转生成蚊子、蜥蜴或者牛。我曾经看过一部泰国电影，里面一个人说，哎，别踩蟑螂，因为那可能是你的舅舅。我当初就是因为这一点对轮回持有怀疑态度。但是有史以来确实有很多认为人投生为动物的说法，这样的误解是怎么产生的呢？正道学认为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情况是人的星光体附在了动物的星光体上。为什么会这样？当人的小我，就是性格体发展出来的兽性过于强烈，这会在他的双体中的体中显现出来。无论是死后还是在投生的路上，这个人的星光体可能会被与他相似的动物的星光体的雌性所吸引，导致他依附在动物的身上。动物的灵魂仍然掌握着动物肉体，所以人的自我无法控制这个野兽的身体，无法表达自己。这个灵魂因此遭受痛苦，因为他在星光界有人的意识，并且有人类的能力，但是被自己的星光体欲望拽到了动物身上。第二种情况是，有时自我还没有堕落到上面的程度，但是星光体却强烈的兽化，自我正常投生为人身，但是动物的特征可能会显示在脸上。第三种情况下是死人对动物的附体，有时候死人对尘世生活太执着，导致他们的星光体不能与以太体分离，他们在以太界中苏醒，这样的人被以太体包着，进不了星光界，因此他们生活在一个灰色的世界里。他们失去了肉体，但是为了满足肉体感官欲望会对人进行附体，但是往往不成功，因为我们的以太体是对自己有保护作用。于是他们就对动物进行附体，因为每个动物只是被群体灵魂的一个片段控制着，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通过对动物附体，这些死人可以再次与物质世界接触，当然只是通过动物的身体。他们通过动物的眼睛看，通过动物的身体感受痛苦。这些灵魂只有在动物死亡的时候才会被从动物身体中释放出来，但是即使如此，他们还是要经过甩掉星光体的过程。
所以人不会投生于动物，但是会因为欲望太重，和动物发生附体关系。快速看看轮回和基督教的关系。基督徒有时候会反对轮回说，理由是它违反了基督教教义。然而，对古代经文的研究强烈的表明，重生的学说曾经被普遍接受。早期基督教教会是有轮回说的。基督教诺基斯教派或者灵智派是基督教的神秘学派，他们有灵慧学说、轮回教义。但是，当没有受过教育的大众加入了教会以后，这个教导就消失了。然而，这一思想并没有从一些教派中消失，如在法国南部的阿比盖斯教派，他们坚持福音的原始真理，并且坚持教导转世说。这个教派产生了许多被宗教审判迫害的殉道者。还有一个历史事实是，在六世纪的第二次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基督教的长老们，尤其是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决定取消轮回的说法，因为这跟他们正在创建的思想体系相悖。他们还废除了因果律，因为它与轮回相辅相成。不幸的是，这导致了永劫地狱的教义的产生，这也是传统基督教最矛盾的概念之一。如果上帝是仁慈的，会因为一个人在一生中犯下的错误而判他入永远的地狱吗？事实上，当时教会所反对的并不是真正的轮回，而是当时被宣布为异端的奥利的灵魂先存的教义，它和重生其实没有关系。奥利教导说，所有的灵魂都是在创造之初作为天使被创造的，但是他们犯了罪才有了物质的身体。正是由于这种关于灵魂先存于身体存在的观点被宣布为异端邪说，但是其实它不是轮回。如果在21世纪的今天，基督徒的教义可以被一个公元6世纪政教合一时的会议板上钉钉，这个现象本身是值得思考。我们再看看伊斯教对轮回的说法。众所周知，穆斯林在新生邦德的继承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导致了逊尼派和叶什派两个主要教派的建立，但是在地的教派之间一直存在着链接他们的一个教派，这就是苏菲派。他们一直受到双方的普遍尊重，这个教派保留了轮回的教导。苏菲派声称拥有伊斯兰教的密教知识，他们相信有意识的进化和人的无限完美性，灵魂从一个身体迁移到另一个身体，每一个都比以前更纯净，直到达到完美。他们对轮回的信仰在他们的诗歌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阿拉吉因为自称与神合一而被处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杰出的苏菲派诗人。他写道，我像草木一样在众多流淌的河岸上生长，生生世世我一直生活工作并尝试各种身体。鲁米也是13世纪苏菲派的大诗人，也是一个得道的人。他的这首诗生动地描述了人的进化的道路，我就不念了。正道学可以说是近代宗教比较研究的先驱，在新加坡的这套讲义里就有很多经文的引证，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例举，真希望对比较宗教有兴趣的朋友能够把这些都翻译出来。那么正道学的轮回说在本质上是什么？它是一个关于生命的教义和一个自然法则的结合。这个生命教义是人可以达到完美，自然法则是周期性法则。我们从个人经验中知道，改变一个人的不良特征多么困难，要发展一个人的慷慨、道德、耐心、精进、专注和智慧这么多的品质是多么的缓慢。显然仅用一生去发展这些品质是不够的，
人每次投生都会发生性别、种族、种姓、环境、机会和活动的变化，因此在每一次生命中都会取得进展，直到最后能获得所有必要的经验，发展所有的力量，克服所有的弱点。与此同时呢，宇宙还有周期性循环往复的特点，我们的地球链就是在这个规律之下，整个太阳系包括其中最小的组成部分也遵守这一规律。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不止一次的投胎出生，然后在死亡的时候退出，通过这种方式，每个人最终的成功能够得到保证。轮回是一个传播希望的学说，因为我们不需要因为今生没有完成这个或者那个感到绝望。我们知道每次生命就像学校里的一天，只要没有达到这个最终目标，我们就会一次又一次的回来，直到达到完。那你说轮回太累了，我只想在天堂待着行吗？不行，因为轮回有三种伟大的力量决定。第一是进化法则，它是神性逐渐显示，它让我们学习新课，吸取教训。第二是因果法则，也就是牛顿的第三运动定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身口意每造一个业都会有一个相应的果。自然它是自然本具的平衡原则，也能保证生命的绝对公正。第三个力量就是个人内在的力量，也就是我们与别人建立的爱和恨的业缘和纽带。我们快速的复习一下，一个人得到新的肉身是由这三种因素混合成的：国家、种族、宗教信仰、灵性发展程度由进化法则决定，性别、长相由三个因素一起决定，个人纽带、家庭、一生所遇的人由因果法则和个人纽带决定，欢乐、痛苦由因果法则决定。这三种法则的合力使灵魂出生在为他发展最需要的那些品质提供最好机会的环境中。父母不能选择来投胎的灵魂，但是越是过纯净生活的父母，越有可能为一个先进的自我提供投胎的机会。当轮回成为一种深刻的信念，超越一切争论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所有的生命立场都会改变，每一轮生命是伟大生命学校中的一天，每一个悲伤是空中之云投下转瞬即逝的阴影，每一个快乐是镜中反射的一束阳光的光芒。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无尽的，这些快乐悲伤都是转瞬而过的。每一次生命死亡是从破旧的房子里搬出来的时候。最后总结一下，正道学里的轮回就像日出日落一样，是自然界的一个正常的程序，它是一个进化的机制，能使人吸取教训，使人理解进化和自然，它使人最终达到觉悟，它能解决业力问题，让人偿清所有的债务，获得应得的报偿，它能是踏上了圣道，成为一个完美的生命。轮回给了我们对生命最科学、合理、满意的解释，它使我们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并且给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人类完美的目标。我们在课前冥想的时候提到了神圣、永恒和不朽的本体就是我，当这成为被感悟的事实的时候，轮回就结束了。当年我听了这一课，我觉得它有道理，它打消了我对轮回的疑虑。我希望今天的讲座至少给大家一些对这个生命基本问题进行思索的材料。这次讲座的参考资料很多，来，我们看看有没有和课程相关的问题。好的，谢谢薇薇老师的讲解和众多案例的搜集展示啊。那下面是我们的互动答疑时间，
如果有任何针对我们本次讲座的内容、问题的分享或者是提问，都可以书写在聊天栏里。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很丰富啊，留下的时间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还请大家尽量精炼自己的问题啊。好，我现在这里有收到两个问题，前世与今生之间会相距多少时间？转世越快就会越有可能记住前世吗？前世和今生这个间隔因人而异。我记得在讲死亡和死后，我看这里应该也有一个备份。你在因果题的说明，两论生命之间的间隔因人而异，根据人的进化程度。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些案例都是很快转世轮回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的暴力性、突发性。所以一般来说，还有未开化的人，这些原始人他要求的太多了，然后每次积累的又太少了，所以就一次一次也非常快的转世。越是高人，转世的频率越小，间隔的时间越长，因为他要学的东西没有太多了。然后在天界就是享福的时间，度假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长，有点像这个道理。所以真的这个很难一概而论，要因人而异。下一问题是，转世越快就越有可能记住前世吗？这个忘了。是的，大部分转世很快的人，我们前面也解释过要么是小孩子，他的自我还没有下到身体里，一般都是七岁以后才能下到身体里，所以他那个因果体和思想体还保留在那里呢，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到上面的自我，因为他还没开始学习呢，所以基本上他们保留了原来的因果体、思想体，又很快的轮回了，所以对前世的记忆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的案例都是小孩子。好的，下一个问题，有人说每次轮回都是自己选择的，请问这是真的吗？从某种程度上怎么说呢，不是说自己选择的，是自己的业造成的，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裁判官，自己今生的命运是怎么样的，是自己由过去自己的行为决定的，是从自己今生的生活质量啊、相貌啊、投生在什么国家，这些是自己前世的行为所导致。但是你投生在哪里是跟着因果走的，这个选择不了。如果我们能选择了了，我们还能够投生到那个我们前面那个照片里面那个情况吗？肯定大家都投生在，我也不知道，什么国王啊、什么大富翁家里啊，都是明星啊。那为什么整个世界是这个样呢？是不由自主。但是人可以决定命运，就是说你现在就开始做正确的事情，这样的话你的未来是可以可定的。但是你做了事情以后怎么样跟着业力走，这个由因果来决定。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请问老师，轮回是业力法则，那佛教里面说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那没有报完的业力怎么办呢？不是说佛教有待业往生啊，我们死了都是待业往生，念阿弥陀佛其实也是一种冥想的方法，念佛法门，它是让你用这个佛号打消其他的那些思想。你如果只念这个佛号，你就不会去造身口意的其他业了，所以这是对你有一个更好的将来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个佛号跟高级思想界跟思想界的一个层次相对应，所以它就更有利于你进到这个思想界。我们知道思想界就是我们各种宗教里的那个天堂，
它是这种作用，它起到的是这个作用。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是，老灵魂和新灵魂有什么区别？新灵魂是怎么来的呢？这要看你什么叫什么叫老灵魂、新灵魂，因为每一个进化链它都是一批一批的人来的。如果你说先来的叫老灵魂，后来的叫新灵魂，那么一般来说，老灵魂进化的要比新灵魂要快一点，或者说老灵魂是那种，进化了已经，非常高的境界了。新灵魂就是那些永远学不到，不好好学，每次留级的，这要看你怎么对这个老心来定义。但是，每次进化它都有一个，一批一批的灵魂，按照这个进化链的，根族，慢慢的进化。在某一个时间，这个门是关住的。好，谢谢。下一个问题，如果人类因为某些灾难灭绝了，或者只剩一个人，那么因果轮回又要怎样去解释呢？灭绝指的是人的肉体的灭绝。人如果没进化完，没进化好，他是不会灭绝的。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消失的只是身体。当初从月球链进到地球链，不是说身体坐着宇宙飞船飞过来的，而是这个灵魂的因素过来的。这个我们要学秘密交易才行。好的，下一个问题，请问老师，如果意识进化很高，是否有意识去轮回，而不是在无明中轮回呢？是的，像真师们就是这样的，他已经因果体已经饱满了，他不需要因果体，就是不需要人这个进化阶段了。但是因为看到人类，在佛教中这菩萨也是这样的概念，看到人类还在痛苦之中，所以他们选择在世界上有一个肉身，他不是轮回，而是他选择有一个肉身来教化众生。那这一个问题的一个接续问题是我们今生怎样做才能让自己下一次转世到一个对成长有帮助的环境？尽最大努力吧，八正道。好的，下一个问题，如何解释印度种姓制度，生来就有低种族呢？这是人为的造就的，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灵魂原来是婆罗门，可能生在就是不可触那个最低的那个种族，原来是那个婆罗门的孩子，原来婆罗门种族的孩子生到了低种姓，他都不想吃家里的人的食物，觉得他脏，所以这些都是人为定义。其实最初的这些婆罗门，它指的是一个精神进化的层次。那最后被人都变成了家族，变成了姓氏，变成了就是这种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了。这是一种，对原来的这个含义的理解的错误，所以产生了很多不公平。好的。下一个问题：佛法里所说的成佛的意义在于断轮回，但正道学说轮回是进化，这个点之间有矛盾吗？不矛盾，进化到一定程度就断轮回了。佛法起码是在大众中教的这个佛法，它的主要的关注点是使人离开这个娑婆世界，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最后就断轮回了。正道学也是讲断轮回，但是他把人这个阶段又给他前面加一点，后面加一点，上面是圣人，下面是动物、植物，还有什么元素精灵，他把整个这个宇宙的进化过程给你画出来了。所以他和佛法说的没有
任何冲突。但是呢，他把整个的这个整个大的进化链的轮回圈给你画出来。和佛教的轮回有两个重要的不同点，一个就是正道学认为人不可能投生为动物，但是起码有一些派别的佛教认为人是可以转世为动物的。还有就是佛教解释这个轮回讲的是十二因缘，就是十二个意识状态他们怎么样相辅相成互相联系导致人的轮回。但是正道学像我刚才讲的，在人的这个范围内是这样的，但是它前面有接着，后面也有上去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更长的线。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请问老师，动物的灵魂会成长为人类的灵魂吗？如果大多数动物都进化为人类灵魂了，那么动物界的灵魂会不会消失？如果缺失，又是从哪里补充的呢？生命是一波一波的，动物的灵魂是会进化成个体化为人的灵魂的，这是它进化的上一步，就是下一步。动物最终都会进化成灵魂，有的动物会进化成天使，有两个发展路线，我们可以去看人的进化这一章，或者看天使与自然精灵这个课程。我们不用担心动物进化完了就没有动物了，会有另外的生命波，一波一波，就像那个大海里的波浪，一波前进了，另一波后面就会跟回来。这个宇宙的进化，生命之波是无穷无尽的。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遇到陌生人多次猜测我是某一职业，是否可能侧面显示我前世，就可能是这一职业的呢？这很难说。猜测现在的人想象力很丰富，我觉得我不能回答。下一个问题。国内著名的海南唐江山转世人案例是真实的吗？他转世为什么只用了10年左右？我不是很熟悉这个唐江山案例。我也不清楚。如果他是一个死的有点特别的前世，那可能是，那我们看看前面的案例都是5年10年都回来了。那如果是一个高人的话，他可以选择自己，也可以选择自己这个转世的时间，一般他都会缩短，他休假不休了，待在星光界，然后选择一个适当的肉体，因为他一上去思想界就会在那里待上千年，他不想做这样的休息，想继续为人类服务，所以他能够用一种方法经过师父的同意留在星光界，不上到思想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直接下来。如果这个人是个高人，那他可能会很快的就转世，或者他就是像前面那些案例，就是死得不同寻常的，也可能会很快的转世。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由于当代医学的进步，有些人眼看要死了但却被救了回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濒死体验，跟轮回有关吗？没关，他们没轮，就是说还没结束呢，他没死。濒死经验他到了，可能到了什么高级星光界或者思想界，但是他的以太体的一念没有断，所以他又回来。这不能算轮回，轮回要真正的肉体死亡了以后再去拿一个肉体，另外的一个肉体。濒临死亡濒死经历是张三差点死了回来了，醒来以后还是张三，他没有变成李四。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前世的记忆可能对今世的修行有什么帮助吗？我们应该抛弃过去面对未来，还是应该了解过去和过去和解呢？要观察自身现在的倾向，这样会使你了解过去。就像真师说的，你看看你现在自己，不就是每一分每一个想法每一个习性都是过去的产物。当你
仔细观察自己。你比如说，你打坐的时候，你看看是什么样的想法、念头泛上来，那不都是过去吗？我们就是过去不停的翻滚前进的产物呀。所以仔细观察的话，要接受过去，因为它造就了现在。但是也要看清自己哪些缺点、弱点，有意识的去改，有意识的去改变命运。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有同学问老师，世界上现在有哪些大学可以研究奥义主义？你要说，就是学什么都不学就学奥义主义，欧洲有一些学校，欧洲有一些学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学校。我知道荷兰有一个什么专灵媒学校，在美国纽约上周一个 Omega 学校，当那个 Brian Weiss 在那边讲课，我就是特地从新加坡飞到那儿去听的。他是专门讲这些奥义主义，但是不是那种特深的那种秘密的那种奥义，是大众的那种奥义。欧洲、美国都有的。好的，下一个问题，我们今生走进追求真理实相之路，那我们轮回是否可以不遗忘真相，直接开悟的去生活呢？那要看你前，你原来的努力的基础，那是谁都想直接开悟，为什么就开不了呢？积累了，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那种顿悟的情况了，好像没花什么努力就悟了，但是其实是花了很多努力，那个离开悟就隔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了，那样的话，那就比较快。下一个问题，用冥想准确感知到对方心里想的数字，这是连接上自己的灵魂了吗？你是看到对方想的数字了，你是看到他的思想了，是你是如果你是有思想，有他心通的话，这时候你会看到对方想的数字，这个不是看到你自己的灵魂，不是看到自己的灵魂，是看到别人的思想了。我们不是有思想形状吗？那如果这个人的脑海里出现了"四"这个字，你会看得到的。好，下一个问题，因果法则中恶有恶报，如杀人如何在下一生中表现出来呢？又看我们前面的因果也说了，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的，你又有新的业，又有旧的业，又有相反的业，总结起来就是对身体的伤害会以身体的缺陷、身体的痛苦来表达。所以具体什么方式，也可能是被杀，也可能是其他的方式，你很难定论。但是在肉体上造的业会在肉体上显示。一般来说啊。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对人的伤害，会以思想情感的这个回报来显示。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结合轮回的理论，在应用层面如何发现自己的天命呢？看你生在什么环境，看你遇到的是什么挑战。天命不就是利用环境来学习吗？尤其是当你遇到了挑战的时候，这个功课来了。往往舒适的环境不容易看出天命，遇到困难了，这个天命显得比较更清楚一些。所以观察自己自心的想法，然后观察自己的环境。是人是可以悟出来的。自己来到这个环境、这个世界、这个国家是为了做什么？培养什么样的一个品质是自己所缺的？
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有同学说今生看正道学的文献很亲切，请问前世这是什么缘分呢？我们前面说过了，就是如果你以前对这方面做过研究的话，或者感兴趣的话，今生你会也会对它感兴趣，并且很快的就能掌握。嗯，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进化的最底端最初的灵魂是怎么来的？宇宙中有无穷多吗？最初的灵魂，要看你说哪个最初的灵魂。最初的灵魂是单一体，是从神圣界来的。单一体下降，被一层一层的物质包裹，变成了元素精灵，然后变成了矿物、植物、动物，变成了人。但是也要看你是说是哪个链呢？是月球链呢，还是地球链呢？如果你说的是宇宙之初，这个回答不了，拉巴斯基也回答不了。嗯，对，他下面还有一个接续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存在大的轮回，就是进化到极致以后，因为某种机制重新变成最底端的灵魂，从头开始进化。有啊，每次大劫就是一个大轮回，宇宙显现了，然后如果你用宇宙大爆炸来说，宇宙显现了，然后最后就宇宙大崩盘，这就是一个大轮回，一圈走完了。在宇宙消失寂灭期的时候，所有前面的积攒的经验啊，都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存在的。到了下一次宇宙显现的时候，它又以一种生命的形式显化了。这跟人差不多的，人死了以后好像什么都不存在了，但是那个三个永久原子还在，因果体还在连着的。然后等到时机成熟了，它又回来，又显化了，身体又出来，都是一样的，如其在上，如其在下。嗯，好的。还有三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佛法中断轮回是不是指从娑婆世界离开，进入更好的世界？但从正道学的角度看，其实也是更大视野角度的轮回呢？佛法中断轮回是从我的，你就要出三界了，进入更好的三界。是啊，在进到灵性世界了。正道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只是大轮回的一部分，它不是终极，因为出了这个人这个阶段的话，还有圣人，还有更高，然后还有下一个进化圈，所以正道学真的是把这个整个的都给你讲了，整个的进化都给你讲了。我个人认为佛法只是主要的是针对人这个阶段。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咬文嚼字一下，轮回 rebirth 跟重生 reincarnation 的区别是什么呢？没什么区别，有时候是混用的。嗯，好的。下一个问题，用灵视能力会不会产生业果？看你怎么用。你比如说 Watson， 他灵视真的很强的。我从来不会随便去看别人的什么星光体啊，那就像别人穿着衣服就是不让你看见身体，别人拉上窗帘就是不让你看到屋里的东西，你拼命去把这个窗帘打开，去看别人的隐私，这个是一样的，带着自私的目的去做，或者一些欲望去行动的话，是会造业。好的，最后一个问题，美国一些科学家研究有前世记忆的儿童，发现他们都是前世异常去世的，比如车祸、枪杀等等而亡。这样的儿童更容易有前世记忆，而且还带有前世的致命伤留下的疤痕。
这些是真实的吗？哎，这些就是课上的案例，这些是真实的吗？是的，回答完毕。对，这我们这位同学可以回听一下之前我们维维老师搜集了很多的案例展示，就有提到你讲的这些哈。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的问题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和分享参与哈。也感谢维维老师的讲解以及我们幕后团队伙伴的支持。最后用一点点时间啊，再向大家介绍和说明一下，我们每个月的会员讲座的时间一般都会定在每个月的第三个周或第四个周的周末，星期天的晚间，北京时间7点举行。在每个月的月初呢，我们的群组里和邮箱里呢都会发布当月会员活动安排的具体的时间，还请大家留心安排，不会错过。好，那我们就相约7月的会员讲座再见喽，大家晚安。再见。